Thank you.
亲像我游水啊，不时烧水无意的来听风吹。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黄国秋顾问。我当局长，刚才有一个贵宾无介绍过，我简单做一个补充。这就是这个中国共济的贵当局长，
这个创立企业的叶总经理。刘洋是副市长，这个侯副市长。刘洋，这个工作局的这个黄局长。要咱这个教育局啊，教育部的吴副处长。我还要讲，这个我有看这个高雄嘉南区的这个邱处长。咱最近新这个就任的台湾银行的李总经理，我就是在座拢是贵宾啦。也今仔日呢，是咱这个高处维亚甲桂林第四组的演出来呢。这个第一啦，我爱甲这个咱的这个主啊神啦吼，感谢呢。这个第二啊，感谢各位的热情，也甲对这个这次这个音乐会的演出的捧场啊呢。那么这个过来要感谢，就是这回这个热情演出这人，这合唱团啊，他都啊，这个咱这个蔡俊，哦，这个消息我听到真感动，实在真好。啊，过来要过真侪真侪节目啊呢，这演出的人我非常感谢呢。过来嘛要感谢这个县政府文化局，也带来这个校友会大家协助。也总是最后应该上感谢的，就是统一的李经理啊，来赞助这次的演出啦呢。我甲总经理你起来还拍破一下吼，这个非常的感谢吼。啊，今仔日这个咱大家这个热情啊，啊个咱大家这个温暖啊，咱一年一年来个扩大，一年一年来个扩大去台湾每一个角落。哦，咱台湾社会大家都真快乐，大家真都圆满，也大家真有盼望，真有活力啊！呢，我简单讲一个这个啊，这个地主啊，啊，同时上重要是祝大家啊，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。多谢各位，多谢，多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